完全，我就是在这陪大家演戏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是个演员。每天我直播，其实我都是在演戏。人生如戏。不过是拿着一个剧本在演出罢了。削个 W。好，老山羊，你出来，来，出来，把你脚给你拔了。我傻逼了，我一级怎么摁了个 W 呢？我操，我以为我二了呢。哎呦，这是这少打他多少血这。我寻思我一级上来就能点点接 Q 打个 W 技能的伤害，好，没事。一个兵你也别吃，告阿木帮我反蹲一下啊！你记得啊，玩 VN 一定得有一个队友帮你反蹲。打你疼不疼？我应该带个净化，其实我觉得带错技能了，这把带个净化会好很多。哎呀，把药吃了来。过来呀，这快点帮我越塔把他杀了，他一共他就两管血，他在那晃晃悠悠的，你说 AE 一下人头要不要？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啊。难受了吧？嗯，让你混，来，让你混，我看你怎么混。走，拜拜。净化能有能解所有控制，包括击飞。不，净化没有水银厉害。净化解不了，好像净化好像解不了击飞，压制击飞这都解不了，水银能解。我们从右边来啊，这波没跳弹。先插个针眼上来把他杀了，直接追着他啊。1 2 3 1 2滚过来，点一下走了。啊，我的小兵，
哟，这个奥恩现在只要他上来，他就要死。他让我看见他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在我有红的情况下啊。出来直接闪现贴身，在我看见他那一瞬间，他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这个山羊就已经变我被我变成羊汤了。呀，塔下呢？回血 ，OK。四级的蜘蛛，赶快我七级的维恩呗，小伙子。嗯，行啊。乌兹猴兄弟，再怎么说咱也是辅助过乌兹的人，也不可能给这乌兹丢脸。你说是不是？我听见了，别老发问号，发什么问号啊？不是吗？没辅助过物资吗？好好想想。我那大牛头，还惦记着呢。我就记一辈子，我告诉你，过两天当我单杀飞科的时候，我也记一辈子。哼，我这把，我那把，我要不玩都行。我就即使我不玩，我都得杀那飞科。我用我的我二级我就去中路，我就去找他去。擦个眼儿来。让你选个山羊，老搁这混。哎呦！啊！别咬！啊！我蹲马上好！哎呦呦！啊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自信回头啊，跟我俩。你不知道那蜘蛛 Q 技能按百分比掉血吗，小伙子？还有一口老痰吐死我！难受不？你这波没杀了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后边再也没机会杀了我，杀我了啊！可没机会了呢。
把你打一下，可以吧？哎，我们打着奥恩就塔下压他啊，他出了个大腰带加两个小锁小布甲，呀变成反甲了，先吃个塔皮，半血没了，我打一个三环他就半血就没了，这波马上有闪现，不害怕啊，拜拜。蜘蛛应该没来，蜘蛛应该在下边的野区，这波蜘蛛死了，行吧，赶紧给他拆了，嗯，我估计蜘蛛可能要来了，我们推完线赶紧走啊，这边没蓝了，秀不起来了，回家了，无敌了，先把羊刀出了，这破败先不出，我听见了，防御塔的功能即将脱落，看看他的补刀47，他补不了刀，那塔下他都待不了，干啥呢呀，这吸血鬼应该是奥恩的传送吧，这吸血鬼吗，啊吸血鬼，我们去打这个蜘蛛的红啊，不用害怕，哎呀扎得我有点痛，下路收波兵1400，蜘蛛挂机了啊，哎小炮，往上来来，他跑不了，
这不是蜘蛛吗？这这蜘蛛也没挂机呀、啊。这蜘蛛，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OK， 刚才差点就失误了 A 小兵了，还好，还好我使用了 A 键啊！呀，我的炮车！小心点。不过这威音是真脆呀、啊，我发现，就他俩用伤害都差点灌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太脆了，这1400血，62物抗，35魔抗，吃俩技能就没血了。终究还是这 ADC 呀、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杀来蛤蟆可以杀，没事。那塔姆不用的，在我这儿，这塔姆你怕啥呀？指他呀！你很害怕吗？哎，要杀小光头，记住，完了。还好啊，可以接受，问题不大。再等一等，我去吸点血去啊。这就是没水银，你知道吧？让人控住，差点就玩完了。还好我们有闪现。吧，坠机了！哎呀，一提到坠机了，那就不得不来一波飞机抽奖了，兄弟们！哎，这吸血鬼可以杀呀！想参与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直播间有个飞机抽奖，有个1000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可以来碰碰运气。看一下那个